王子设的这是王子事，家庭一好一天知道地方中设方战机正常道，为莫大神通一往大天尊先穷高山地，成天宫九王报应之主无极仙斗之上体夜王而作是仙王重量级而动力三才主者兵革之危机之港为正中天之上佛号经轮法者道成一斗仙尊仙机一合机机者中天经地为人是鬼神之师仙灵中一成事为神压抑严风众生又难落成灵大师亲身来救苦阿贝大眼大圣大子圣德极光天后魔力福天大圣元明高老天那尊啊喂阿贝大眼大圣大子台上已经动不开机做梦仙为天仙都神经最恨光景慈悲大地度人无边
NAY 的朋友的支持，跟我们一起庆祝第23届道教节。在这个时候呢，我们马上要请出我们今天到场的朋友呢，跟我们一起来进行现在的拜祭的仪式。在这时候呢，我们先请出马来西亚道教总会我们的总会长陈和章总会长来带领我们其他所有的师兄们会员们一起来进行我们的今天的祭祀仪式，有请。师兄们会员们一起进行上香。Oh.
Ah!
所有奉向弥勒之力，十相经中传愿三相外事，菩提之父值得相问是者，这三十六人得知严棒先佛还债居因还去交谈，菩提灵已舍灵诞生，有日不现清净周围。诚惶诚恐，稽首顿足，佛拜三宴。天尊设教，必知先觉已甘为弟子，祭师须当先起而告白，礼主为敬动作呼咒弟子，敬表为马来西亚道教总会吉隆坡国都花园1742路门牌107号二楼，即祝奉道起祥色交肯恩雪罪吉福御后宝泰，姓名陈和章、陈露田、谭永泰、江先雄、吕宝清、陈荣盛、刘整吉、郑玄之、陈林立、林家渠、谭慧仪、梁伯荣、林富美、曾明华、刘莲花、余胜才、郑坚金、陈宝业、卢锦喜、池楚亮、岳家乡、陈美达、王龙文、张成义、郭景林、王德才、李国庆、刘树斌、王立军、董康荣，以上善信人等俱日虔诚拜感。弘照观中言念弟子身居尘世序列人伦成，天地负债之恩慕，神圣匡扶之德之恩，广有达报全无尽修交点答谢。天恩是取今月吉日供赞，雷师雨即自心修建，正义取祥答谢，天地吉福，人生平安焦点，和宣一坛之内上取，天地洪恩下报，男女慷慨共迎百福，福佑方来，来盖宝轩行事，本师令之圈圈，除以一颗修奉外尘，未敢自传虚指表文者，又具表文律拜，恭为诸师太玄三相正义真经师权，主师山洞四府入法科，主师正师师权，主师本经本派净济度善士列位真人目下符文，主善为师为天力集经宣道德，以闻老子之真传，契合参同之德，博扬之妙处，却念弟子身兼为学兼领朝班，今日修斋禅寺善之以古意，诸身立管复朝性职，于战让地臣感冒失言，下情无论，甚需确知之百尽表。天运已亥年2月15日，三天门下臣刘罗吉夫妇畏罪叩首具表，再拜三敬。一向原始殿前坐班垂帘李将军，右班垂帘吴将军，三五火车就把灵官王天军，公王洪志不对召见。李金金科战士一清平身，仰仗拉云之手，垂下帘幕之钩，法中印尘隐隐沾忧，朝拜天啊，梦
继续的留在我们的道场里面。现在我们马上要进行的是五线仪式，也是我们供，就是我们有的人就讲供五供，有的人是讲五线。今天我们就以五线的方式，我们先第一线呢是要献香，我们有请出我们的道长们，来到我们神坛前为我们进行献香。黄信阳道长、黄有德道长和陈天来道长为我们进行献香仪式。我们第一进行的，首先进行的是献香仪式。飘宝转鸟祥烟，金泥内火出燃。也请道场们进行一拜、二拜、三拜。谢谢我们的道长们为我们进行了献香仪式，是我们有请道长们为我们进行献花，有请林福美道长、李兆彩道长、赖红道长。找春梅，一品清宫上瑶台，私方神女凡平哲，三拜，谢谢。谢谢道长们，紧接着我们要进行的是第三线。献灯，我们有请谭慧仪道长、黄新华道长、陆敏道长、程敏敏道长、蔡金才道长，有请敏道长、蔡金才道长。是献灯仪式，灯焰在台场，泪彩迎台放，内有点点祥光，请再拜三拜。李成，我们有请接下来道长们准备。大会现在进行的是献茶仪式。我们有请道长们，天一圣水，一地边十方，东再拜三拜。李成，是要进行的是献果仪式。
好，我们有请杨。好，我们有请。现在我们现在进行的是献鬼仪式。我在金銮，颗颗开中原，未别相。有请三公赞，一拜，再拜，三拜，礼成。今天早上所有的祭拜仪式呢算是告一段落了，不要忘记了在今天的6点钟我们将会有我们道教节的游行仪式，到时我们再请我们海内外所有的宾客们回到我们现场这里跟我们一起庆祝祈圣，我大概5点钟左右我们就回到现场这里了，到时我们再见。
呈现的史诗表演。紧接着下来，我们将有请蒋天礼，由我们的请师刚刚进行过的采青仪式，好，新娘到场，一起来陪同。来一张大合照。庆典，不要忘记了，今天晚上我们的这个圣托主要的街道呢，有着这个道教节的花车游行。稍后2点钟，我们在这个地方里面将会有一系列的节目。早晨到而家啊！哦，好生意哦。OK 啊，我哋收息啦。好啊。你接听拎嘅我哋。